唔該。要兩個熱嘅豆腐花，拎走唔該。Thank you， 唔該曬。喂，買咗豆腐花啦我。我而家，咦，爹哋啊，媽咪打俾我，嚇，到啦，到啦，到啦，嚟啦，嚟啦，你幫我嗌定先啦，我要，又要，我去嗌啊，我知啊，我知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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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好啊，你在这个车等我啊。咦，那你揸住这个先啦，你在这个车等我啊，我去买埋先。哇，我现在是一边买一边即兴要跟你们一起走得很快点，这里简直是贴埋眼都懂行啊。哎呀，到了到了到了，我哋分頭行至，因為我哋咧買完腸粉就出發去機場啦。咁咧，而家我去買完豆腐花咧，媽咪就幫我去買呢一個四眼仔腸粉，因為要排隊。到啦 ，OK 啦。點啊？我哋要咩啊？話而家幾多錢幾多條啊？腸粉$8.4而家，$8.4魚蛋燒賣，咁我愛我$4有七粒，睇下睇下，哇！$8.4，隔離手撕雞，係啊，隔離手撕雞都好似好食嘅喎，食唔曬咯喎，$8.4，咁我哋愛幾多條啊？吃不吃的？我們不吃了，好飽，我自己一個吃，那我四條算了，愛$8腸粉，$4魚蛋，$4燒賣，還有豬皮，就這樣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還是四眼仔？看不到，買了肉串，買了，買了，買這麼少，一時轉座，喂，看不到，原來他的兒子，他的兒子現在是個仔啊，同埋個心好定係乜嘢？哦，咦，佢咁樣查咗個豬皮，係咪真係冇豬皮啊？唔知咧，每包最問下佢。OK。哎，爹哋，都要等一陣喎。係啊，生嘅。係啊，你哋嚟聯和聯和墟係必食嘅。睇下先，咦唔係啊，仲係係開開緊 live， 睇下先，係咪啊？係啊係啊係佢，仲係佢，仲係佢，我以為個仔，係啊係啊，大聲啲先，因為好長龍啊而家，好長龍啊而家，大家忍一忍，肯定係嗰個女啦，係自己人先做到，可能係新抱咧，知唔知自己人？快啲俾 like 俾 like！ 唔好嚇我喎，陳生，4:00喎，睇咗幾次啦喎，4:00先至 boarding 喎。我有蜜丸添喎，蜜丸係$4兩粒。
媽咪話影俾大家睇喎。啱。係咯，你唔好嚇我，陳生，你而家快幫我 double check。我 check 過係點零鐘喺呢度走都得嘅喎。你唔好嚇我，我已經 check 咗十次嘅咯。陳生最中意嚇我嘅啲時間。你想想去到是九點幾喎，而家係四點幾起飛，咪差不多咯。燒米、咖喱魚蛋、腸粉，呢一份係咖喱魚蛋，另兩份咧就係嗰啲普通魚蛋，唔要辣。其實都真係㗎，每一次都要排㗎。咪咯，四點多定？你兩個鐘頭前去到機場嘛，即係兩點去到機場嘛。而家幾點啊？你唔好嚇我喎，咪咯。我先1:07買完過去呢度半個鐘啫嘛，成日都嚇我。腸粉、咖喱魚蛋、燒賣兩包。陳生兩個鐘頭前去到機場嘛，你而家搞到我一額汗啊！四點鐘boarding，四點幾起飛嘛，計起飛時間兩個鐘前到機場嘛，咁你咪兩點幾到機場咯，係咪啊？咁而家我兩點已經到機場啦，即係以boarding時間計都有兩個鐘，我一個人啫嘛，同埋有自助 check in 噶嘛。我要腸粉、燒賣、魚蛋、豬皮一份。啊，冇豬皮，咁就咁腸粉、魚蛋同埋燒賣啊，唔該。點樣搞錯咗啊？唔好嚇親我喎！揸車即係點啊？李慧琳話：除非搭地鐵，如果唔係上落客區已經排曬長龍，因為整路。喺停車場 drop off 房咯。咩咩？我要兩包腸粉、燒賣、魚蛋。嗱，即超少豉油得啦，唔該。一包十分鐘。少少的啲咁多係唔該。芝麻。一包咧，一包就唔該。十蚊。唔該。
咩醬啊？呢個淨係唔叫辣醬，要芝麻。唔該曬。盤嘢睇住我食。咁咪買完咯。係啊，走啦。小包，系啊，细细包味啦，快啲啊！陈浩然话我哋迟到啊，两点前去到机场啦，有成两个钟头40分钟喎。如果两点前去到机场，系咪啊？唔系够啦，仲买咗肠粉同豆腐花。我的最愛就夠了。買了豆腐花了買了啦。你想不想在這裡吃不是啊，一路走一路吃啊，帶了安全帶先。他說你遲到啊？是啊，他說我遲到。不是吧。我已經是3個小時才到嘛。他說我還要 check in 喎，他說一會塞車就大件事了，還掛著買東西吃。那我看看，不要，我特意給他，還要萬一俾啲空氣佢啊！得，唔好俾佢砸爛，砸爛。得啦。唉，佢係咁喺度話我賣嘢食，可能係因為佢冇得食。仲開緊 live？ 開緊㗎，好多人聽緊你講嘢啊！我應該擺邊度咧？我其實可以擺呢度慢慢食，係咪啊？咦，挺好的，這個位置，哎呀，但是就高了一點咯，都挺好啊。是啊，買了兩碗啊，不知道你們吃不吃啊。我污糟邋遢了。不要污糟邋遢了，知不知道啊？我弄污糟邋遢了，我的車啊。我弄污糟邋遢。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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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陳先生，現在公公開車了，1314啊啦。一生一世，5201314啊啦，冇嘈啦，中间嗰位可以拉落嚟，冇嘈。唉，三杯咖啡。我即系买。唔使啦，头先朝头早咪饮咗咯，贪得意啫。哇！而家麦当劳12蚊一杯咖啡啫。佢而家嗰個係麥咖啡啊！係啊係啊，推廣啊！哇！但係而家呢個咁高，真係有啲搞笑，好大個頭。100蚊有8杯啊！100蚊有8杯，是啊，我知道，因为妈咪嗰个座位好高啊，所以我个头好高啊。好，我食肠粉先，跟住再食豆腐花。有半个钟头车程，应该够食啦。但我而家好热啊，好热，得冇问题，好热啊，冇问题，呢度咯。OK， 因为我食咗个台地。是啊，昨天以樂用的腳踩熄了。不是啊，媽咪，你越來越高，你不如你可以幫我坐後一點。坐後一點啊？是啊，即是低一點，低。哦，呀 good， 就這樣。哎呀，好啊，這樣。等下你舒不舒服啊，這樣。你舒不舒服啊？你掛住在這裡？不是啊，是啊，現在好啊，這樣這個掛住在這裡。會不會鬆的？會不會？不會啊，不會啊。哇，好正啊。哎呀，我開了 live 又變了拍不到照片了。我可唔可以借？唔係啊，可唔可以借你個電話影相啊？我想影 IG 啊，借你個電話俾我嘅 AirDrop 翻咪得？好煩，好繁忙。哎呀 ，thank you， 好繁忙。冇時間開 live 啊，尋晚。兩點鐘去到啦。係啊。有3個鐘頭，而家都仲有3.5個鐘。
唔緊要啦，你知浩然係最穩陣噶，媽咪電話搞掂，唔該。我代你飲，而家去買你維林華燒賣先。哇，好耐冇食過燒賣。嗯，而家去緊機場啊。我哋撳咗呢個架車。嗯，八蚊四條，以前是不是一蚊一條啊？細個嗰陣時，好像是五蚊七條嗰啲咁樣噶嘛，三蚊一蚊一條，三蚊兩條，哇！一蚊一條是很久之前啦，跟住是三蚊兩條，跟住五蚊三條嗰啲咁啊嘛，我仲記得係總之啲數係咁樣，咁樣計嘅，即係。即係總之，希婷出世，即係希婷會食腸粉，我買俾佢食嘅時候都仲係呢啲價嘅。係咩？係啊，五蚊三條咯。五蚊三，類似咁樣啦。總之五蚊四條啊。五蚊四條，總之係即係總之少。而家八，而家兩蚊一條，而家八蚊四條。係啊，但係咁樣買一袋十六蚊都算係 OK 啦。以前十蚊食飽㗎。以前十蚊一包係食飽㗎啦，我記得。以前媽咪買俾我哋，我每人一包嘛，我一包，細佬一包。你四條腸粉才五蚊啫嘛，係嘛？嗰陣時你記唔記得啊？嗰時一蚊一包嘅，一人一包咯，一人一包嘅。我同細佬一人一包啊，唔好爭。哇！食咗咁耐啦，成日食。聽眼仔真係好耐啦，即係由細食到大。鐵皮屋未拆嘅，一路賣喺匯豐門口度賣㗎啦。咩啊？以前唔係喺呢個鋪㗎，以前係喺而家嗰個匯豐對面，而家嗰個街咪而家嗰個商場嗰個好靚嗰棟樓咧，咪有個街市嘅，咪有個係咪街市啊？係啊係，鐵皮屋。係咪喺嗰度賣㗎？第一次即係初初。鐵皮屋對開啲車仔賣嘅，都唔喺鐵皮屋入邊啊。嗯。圍邊啊，匯豐對面喺車仔度啦，車仔檔係喺嗰個位，我記得車仔檔嚟嘅，recall緊，車仔檔係啊，嗰個車仔檔嚟，即係總之係好大個先至喺呢間鋪㗎，排曬隊㗎嘛，車仔檔，唔係，仲要係初初唔係呢間鋪，你記唔記得啊？喺角落頭嘅金鋪嗰度賣毛巾嗰度，角落頭㗎，角落頭嗰間大啲嘅。我覺得頭嗰間都做咗好耐㗎啦，跟住係近呢段時間呢十年八年啊，先至喺呢間呢條街嗰間鋪㗎啫。即係所以其實我哋應該經歷咗去四個地方，係咪啊？我諗冇人唔識㗎啦，聯和墟四眼仔腸粉啊。有啲人話佢一般，有啲人話佢好好食，我就覺得總之食翻去咧就係細個咁樣嘅味道啦。好食但係平都平。其實佢之後叫翻嚟嘅有乜嘢啊？全部嘢都咪咁，佢全部都係咁，梗係啦。咁但係佢入貨啲腸粉入得好食咯，即係起碼佢啲腸粉係滑啲咯，又唔係超滑到麥芝蓮嗰啲咁樣。但係我覺得其實呢啲小食就唔係話要精雕細琢係咪啊？最緊要其實好食，自己個口味好食咪得咯。佢啲醬料教得好。我唔係啊，爹哋你有。夏枯草嘛，有啊，系咯，喺后边车尾上，唔紧要啊。一阵间入闸前我会饮晒佢噶啦，哇，红晒块面，热到。我想讲我攞咗公公顶帽啊，爹哋嗰啲顶帽，因为我唔想化妆，所以戴顶帽。小心滴污糟件衫，系喎。其實好平，係啊！出邊啲腸粉而家係幾多錢㗎？貴啊！出邊啲腸粉十蚊，十蚊四條咁樣啊？睇你邊度買咯，你去街市嗰啲一包包包嗰啲就好平嘅嗰啲，你就隔離個檔買都有。哦，你自己去街市買一包翻嚟都係十蚊咯，十蚊有好多條啦，係咪啊？我哋喺沙田十蚊八條啊？哦，十蚊八條，即係都貴過一蚊一條啊！有啊，其實嗰個茶皮檔喺你嗰度賣，嗰個好食啊！我覺得我喺和斜街市買過，咪買翻去蒸咯，咪十蚊一包。有蝦米腸添，嗰啲都好食噶。蝦米腸好食啊！有時間買埋雞髀包貼香啊，但係我麻麻地，我又唔係特別好中意食。爹哋話而家貼香唔好食。街市龍豐嗰度嘅街市啊，廿蚊有三包。
三包咩啊？咩叫廿蚊三包？哦，即系一包包卖一包包包住有，即系白色嗰啲咁样。哇，咁样好抵喎！有虾米用，你早就有埋虾。系啊，晏咗就冇虾米噶啦。但系我哋一买买两包，你咪嗰时一齐买餸，朝头早一叮俾佢哋食。但我未见过廿蚊三包咁平喎。但我很悶的，我吃腸粉呢只是少少豉油，跟住又不落甜醬，又不落辣醬，又不落麻醬，少少豉油就可以了，很煩。但他們就說沒有了腸粉的精髓，但我覺得我是喜歡吃到那些腸粉味，我不是吃醬味，但個個喜歡不同而已。那混醬是很療愈的一件事來的。混醬才好吃。是啊，小時候很喜歡吃的，細個反而就話唔好落咁多芝麻醬，芝麻醬好食。芝麻醬溝少少甜醬，少少辣醬，少少豉油，加啲芝麻十分。係啊，我通常細個咧都係唔落醬咧，會叫姐姐咧可唔可以幫我俾多啲芝麻，咁啊學多兩下就好開心啊！一定要多芝麻。但我而家應該喺度開 live 喺度食，可能成個牙齒都係芝麻。扣埋唔緊要咯。咁其實四條都好似好多咁樣。佢正常聽咪咩嘅？反應佢特別啲，邊個先？佢自己啊。係啊，要翻多唔多？嗯，佢有反應，我有反應。啲燒賣好似唔同有味咁樣嘅。一般啫。一般啦，燒賣冇以前咁好食。魚蛋就 OK。嗯，哎呀，燒賣好重胡椒粉味，好似，嗯，反正飛機餐都唔使食噶，頭先屋企又食咗咁多嘢，整一粒試下好啊，你要燒賣魚蛋啊，一樣一粒，哎呀，不如成包你自己吉啦，我驚跌，揾佢爭生意，邊個啊？是啊，聯和墟其實沒有其他腸粉咩？真的沒有啊，這麼多年沒有人想開檔跟他爭，是不是？因為他 anytime 都這麼長龍，其實算短的了，今天那條龍如果星期日來說，是啊，我以前小個排啊是轉個彎這樣的，都不是現在沒有轉，是不是轉個彎啊？還是排到一粒而已，你吃吧，我夠了，其實四粒而已，我吃了三粒好像。通常呢我次序是吃个烧麦先，跟住肠粉鱼蛋就隔住吃啦，但最尾一定是鱼蛋的，我觉得，同埋最尾一定要有一粒鱼蛋一粒肠粉，这样夹住先是很满足。我和小佬都是这样，最尾先吃鱼蛋的，跟住而家我的仔都是这样的，最尾先吃鱼蛋。我觉得鱼蛋是好嘢嚟，系。好好嘢就最尾食，食曬白飯最尾食個叉燒咁啊！你買一包啊，嗰啲叫尋皮魚蛋啊！我有啊，以前咪成日買咯，喺邊度 HKTV Mall 又有，喺三十士多又有買尋皮魚蛋翻去叮咩？你喺街市自己買包腸粉，跟住之後你買燒賣魚蛋，跟住你咪叮咁樣，咁你咪。可以還原到咯，如果你其實不是吃醬的話，你自己溝少少豉油少少芝麻就已經是那個風味了。之前咪試過自己整腸粉咯，記唔記得啊？哇！嗰啲燒鬼啊，好多嗰啲豬。好多咩啊？好多粉。好多肥豬肉啊？係啊。有豬肉嘅。唔係咁好食嘅，今次呢個燒賣。雞髀包上次冰師傅都同我哋整過啦，好似自己整嗰個雞髀包好食啲啊！其实是都是那个拎的面包，跟住夹住个鸡髀嘛。咁所以其实都排队的喎。如果夜晚我试过，手撕鸡肠粉定净系手撕鸡啊？手撕鸡饭。手撕鸡乌冬，都捞啊捞啊。乌冬咧就系啊。听唔到啊，佢哋，我要重复你讲嘢。媽咪話四眼仔隔離嗰間壽司雞都多人食，
42元手撕雞飯，頭手撕雞烏冬。50元就手撕。喂，佢識背人哋嘅餐牌。50元就手撕雞烏冬。大圍都有一間食手撕雞腸粉好出名喎。佢嗰啲手撕雞咧，我見佢加咗啲芝麻同埋青瓜絲。哦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哦，好食噶。我好像沒有吃過，但那間是新的嘛，即不是我們小時已經有的，當然不是啦，新的。那我應該沒有吃過了，最近很多店都改過了，最近應該是麻辣的，麻辣小食的，我其實真的很一般麻辣的味道，好像吃不到食物的味道一樣，但我又覺得，哇！這個陽光是不是會好一點？咦，看不到你留言的，是啊，去緊機場啊。赤定行呢個好係咪啊？係啊，講停車場啊。哦。政府停車場。哇，好。第二個鐘50元好貴。好誇張喎！機場個停車場。35元一個鐘。第二個鐘50元喎，即係你去接下機。停一個鐘頭一兩個字。送下機去啊！係，所以你擺低我，我自己搞得掂啊。咁又唔好。咁都要拍。我就話我咁大個自己搞掂啦。80元真係好貴。以前係幾多錢啊？85元。即係佢唔想你停咁耐嘛。佢有乜理由第二個鐘50元佢就想你快啲走？又派咗消費券咧，咪攞翻翻嚟抄牌啊，停車場加價啊，咁收翻啲錢翻。手撕雞大圍，手撕雞添，手撕雞大圍邊度？Ada 住喺大圍嗰、那個咧，總之火車站對面嗰條路，即係紅茶館啦，有韓國餐廳啦，跟住之後有好似大師姐粥鋪啦，跟住咧就去到美美篤篤就嚟轉彎咧，就有條巷，咁就好多單車鋪，賣單車、租單車。嗰條巷咧，應該係 corner， 你會見到有一間啊，係咪我記錯咗咧？係啦，總之係咁樣有條巷仔轉入去嗰度咧，就有一間鋪頭啊。通常你見到條人龍嗰間就係噶啦。米子係咪有介紹過啊？定係其他 channel 有介紹過嘅？你可以 search 大圍手撕雞，你就會揾到。好多人排隊㗎嗰度。咁好似係有麻辣手撕雞腸粉，又有就咁手撕雞腸粉。我記得嗰時咧做完 annual dinner 咧，去過買一次，即係好肚餓嗰晚，就去過買一次食宵夜，因為唔使排隊夜晚，即係佢開到好夜嘅。咁我就食過，平時要排隊，我全部都冇時間排。好曬啲。好，跟住就食豆腐花。你落咗糖未噶？未噶，有啲複雜喎。咁啊係，我輸錢啦。哦。複雜，我開咗個中間嗰個茶水。係啊，開咗，但我都冇用過。反轉頭嗰度加糖。介紹過，係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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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似係啊，唔係惠斯啊，嗰、那個係，嗰、那個係惠斯啊，唔係蓮斯啊，我冇記錯係咪啊？惠食 channel 嘛，翻嚟冇時間同你哋開 live 啊，唯有呢一段車程同你哋開一開，
因為昨天一整天都非常之充實。得咗啦，係咪啊？有入咗隧道，可能收得唔清楚，但係好長噶嘛？呢個隧道係咪爹哋？4公里。4公里，希望捱到啦。转咩啊？轉車嘅隧道仲長。轉車都有隧道噶。轉車好似6公里咩？仲長。但可能收得唔好咯，大家忍耐一陣間。媽咪，你可唔可以幫我打開佢啊？咁個光使唔使開？唔使。隧道係結界啊！你話？快啫，而家好似 OK。好啦，出啦，系咪啊？望見光啦，系咪啊？隧道的時間已經搞好了我的豆腐花了。今天是禮拜日，是29號，還有30號和31號，記錄一下公公婆婆的日常，就是這樣，很搞笑的。他們29號啊，什麼現在是30號啊，什麼21號啊。你覺得粉嶺呢間好食啲，定係沙田上次我成日都話買嗰個街市個姨姨嗰個好食啲啊？好似兩個都一樣好食喎。係啊，哇，佢都好滑喎，呢個係咪啊？好好食喎，好好食喎，呢度好食啲，我頭先係幾好食喎，唔係誒滑啲啊。和斜街市、沙角街市買翻嚟嗰個大碗啲又抵啲，但係都滑。即係如果性價比嚟講就呢度滑啲，呢度滑啲，但係你咁細刀喎，嗰度誒一倍喎，但係如果我8蚊一兜，8蚊一兜喎，而家唔知有冇加價。咁你街市係街市喎，8蚊喎，大過呢度係用普通嗰啲誒嗰啲叫做咩啊？用普通嗰啲外賣兜喎，呢個兜真係極細兜喎，11蚊，雖然佢好滑，都依然係抵食，我覺得。一蚊是個盒，即是10蚊，即是在堂食就10蚊。哇！但真的很滑喎，真的好吃喎。係啊，好滑㗎。嗯，哇，好滿足啊！喂，你哋記住食埋佢喎，嗰個。得。佢有個叫咩香草涼粉，仲正。香草涼粉。涼粉香草味咩啊？Vanilla味啊，即係。唔係啊，你可以。佢其實嗰度乜都有㗎，你可以豆腐花涼粉㗎，你亦都可以加芋圓，又可以加芝麻糊豆腐花㗎，乜都得㗎。佢嗰間，嗰間都好耐喎，真係由都係細個食個老喎，都唔算好細個嘅，即係。你冬天咧，冬天有蛇羹啊食㗎，有糯米飯啊，生炒糯米飯同蛇羹食。唔使預我啦 ，thank you。但我上次買紅豆沙、綠豆沙、渣渣嗰啲好食，都冇買，呢度冇得買。有喎，上次買咗綠豆沙翻去喎。嚇！上次買咗龍蝦喎，跟住仲買咗杯、買咗碗嗰啲芒果楊枝甘露類似嗰啲咁樣啦，仲加涼粉俾阿陳浩然喎。有啊，有綠豆啊。咦，看不到你的留言。
show。小心倒寫，佢話佢哋驚過，放心啦。記唔記得我之前做邊行噶？好錫，我會錫住婆婆的車啊！你放心，好大壓力噶，你知唔知啊？我已經最困難的時間已經過了，因為一開頭嗰啖水我已經飲咗啦，所以是冇事的，你放心。你睇下幾企你而家。那個之前在大圍的阿婆豆腐花都貴了，是不是13元，但是好像上次去已經執了，沒有了那個阿婆豆腐花。即如果呢你們是住在沙田區呢，都極度 recommend 你們去沙田的街市那裡去買這個豆腐花，但不是檔檔好吃的，有一檔不好吃的，我覺得沙田和斜定沙角，總之要是長那檔的長的豆腐賣麵啊，賣餃子皮啊，賣魷魚啊，那一檔呢很長很 L 型的，那一檔呢那個意義才好吃。另外一檔小小的那檔呢，我覺得那檔沒那麼滑，那個應該是沙角街市，我沒記錯。阿婆豆腐花大埔都有，好正。是啊，阿婆豆腐花是大埔墟街市出面那裡咯，通常我們去買餸都有買的。但是呢它又是好像很 tricky 的，你記得媽咪跟你說過，它有時用 小兜，有時又用大兜，你記得嗎？好像有跟你說過，但是都是同一個價錢的，那可能大兜細兜，唔係，可能是我自己覺得個兜不同了，可能是一樣的，即係佢有時用呢些兜，有時候用翻兜型啲嗰、那個，好似裝平時外賣嗰一隻咁樣咯。咁我覺得那個盒好像大啲啊嘛。嗯，好食。嗱，而家1:39，我哋仲有10分鐘就到啦，係咪啊？係。個碗細咗，個碗其實真係幾細喎，你睇下呢個。這個是很小碗，但其實也飽的，因為哇你這樣吃一兜腸粉，吃這個不用吃飛機餐的了，因為飛機餐都應該不特別好吃。街市出面，是啊，街市出面咯，兩個男仔的嘛，好像兩兄弟還是朋友這樣的嘛，有得搭賣豆漿啊這樣咯，13元。我啊，你叫我要找一些好的 sauce， 我都喜歡，我很喜歡做這些小食，其實我覺得做小食很開心，老鼠蛋是啊，我有得想啊，但是說做嘢食辛苦嘛，準備的時間，你們這麼重感辛苦，但是又開心，其實做嘢食是開心，我們經常都說的，咦，漢興現在是不是還有的？有，是不是仲咁好？仲好唔好食啊？啲豬扒都好食啊！我上次同媽咪去食，我覺得還好啦，冇以前覺得哇好食啊咁樣咯。可能又唔同咗口味，啲米粉又轉咗嚇，唔係用福米啦，咁用咩米啊？嚇，用福米先好食噶喎，佢個豬扒加福米先係經典噶喎。東莞米而家有酸菜肉絲米，嗯，酸菜米，佢係嗰啲好。嚟嚟去去都係嗰只嘅啫嘛，總之餐蛋或者豬扒，跟住冇啊雞翼，係依三種啦，跟住就鹹牛肉蛋治，都係火腿蛋治、餐蛋治類似嗰啲咁樣啦，冇噶啦，咖啡奶茶，咁就都屹立喺聯和墟咁多年喎。福字米我小個都喜意吃的，但我很久沒吃了，雖然其實米粉都 OK 的，有魚蛋呢，它的魚蛋是大魚蛋還是那些陳皮魚蛋啊？一般的魚蛋，哎呀，剛才還說買豬手，但是沒有時間了，還有豬手應該一定要等星期日，都不用想了，星期日呢不用只要去群記，是啊，
外賣攞個臭咧，佢都快嘅。同埋佢未必俾你外賣嘅，如果佢堂食多人，佢會叫你話我唔做外賣啊咁噶嘛。嗯，食曬。唔係而家做㗎，疫情之後都做。疫情之後做啦，係咪啊？次次去群記都有點驚。而家做啊！而家。我話而家群記冇以前咁。因為群記冇以前咁好食啊！比較醜你星期六日都不用旨意，因為所有港九新界的朋友仔都會慕名而來，所以如果住在附近那些通常都不會星期六日去吃，我聽啲人講係咁講。以前吃啲㗎，唔係都仲保留了有那種風味嘅，其實有時味道都不是一定要是百分百好吃，你是吃緊一些記憶同埋食緊一些。嘅啲乜嘢嚇？揸得好快，我哋喺中線。秘製辣椒醬嗰啲。98啫喎，呢條路係110嘅係咪啊？110啊，係。呢條路110，我哋而家90幾喎。好快啊！佢哋話睇到好快喎，睇架車。有時差唔多81架。咁差唔多81都係。冇冇超速。正常範圍啊，因為佢呢度係110啊嘛，全香港唯一一條路係110啊嘛。我細細個。就知道了，成日都講。整個相機喺度，你睇下。咁110都會超過。梗係啦，你110嗱，110有個相機，你有啲人係飛得好快嘅夜嘛。823啦。哇！你知唔知道我以前啊？飛到823。坐的士翻國泰城啊，因為 stand by 咧，如果佢短過一段時間 call 你，佢就有得俾你坐的士噶啦嘛。哇 ！call 的士翻國泰城啊，深夜啊，真係開到好鬼快啊！嚇死啊！前面80，前面佢提定你前面80要你停啦。80啊！發現我剪咗頭髮喎，冇錯。琴日做嘢去阿 Mash 嗰度剪咗頭髮，阿 Mash 轉咗去 Private Eye 啊，喺呢一個又一城樓上嗰度，所以剪短咗少少。好眼利啊！你哋好勁啊！咁都睇到我剪咗頭髮。剪翻嚟啊！撞到个撞到边个啊 ？fans 系啊！寻日我哋喺游不成撞到好几个，多谢大家同我相认。佢咦？啱啱先睇你片喺韩国，原来翻咗嚟啊！我话系啊，咁样咯，好开心。寻晚搭 lift 啊！寻晚搭 lift 哦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多谢大家。同埋我好中意佢哋係好唔怕醜或者好熱情咁樣咧，會同我 say hi， 同埋又講哎我有睇你啲片啊，咁我好開心。即係有啲唔係噶嘛，有啲咧見到咧，即係無論佢支持唔支持都好啦，可能佢見到純粹認得指下指啊，跟住係咁撞隔離嗰個啊，係咪啊？跟住係擰轉頭望你啊，再指手畫腳啊咁，跟住又再撞下啊咁，跟住又特登停低喺度望你啊。即係咧，我又覺得唔緊要嘅，都慣㗎啦咁多年。咁但係我會 prefer 大家say 個 hi， 其實好開心。但我覺得咧最近咧真係多咗好多，大家係真的會 say hi。你講我琴日個妹妹應該好後生嘅啫，媽咪係嘛？係。係咯，真係好開心啊！佢係啊，我成日睇你啲片㗎咁樣咯，係臨出 lift 先至講啊。跟住佢又望下你先嘅，佢都確認一下，佢哋都認得你噶嘛。確認一下，因為我耷低頭同你傾緊，我哋琴日攞翻嚟嗰啲嘢，我都冇昂高頭。跟住佢應該聽到我把聲。你知唔知上次啊，我同 Eugenia 咧去買蛋糕啊，喺間餅店，跟住我哋喺度傾偈啦，跟住背係啊，前邊有兩個一齊排隊嘅。跟住突然間擰過嚟，唔係啊，佢一聽已經聽到我把聲，係佢一擰轉面已經，咦善陽你又嚟買嘢啊咁樣啦，跟住話我有聽你遊學團個節目啊咁樣咯，我好開心，即係因為咧有收音機節目咧，佢哋又會聽到聲啊嘛，跟住平時片佢哋又有片有聲啦，咁如果對中意聽得多收音機嘅朋友仔咧，佢哋一聽把聲咧就會好易認到，即係有時我同 A1 嗰啲 DJ 朋友去食飯都係啦。一坐低叫嘢食，佢哋就會認得係佢把聲嚟啦，咁樣咯，都幾得意。睇下先，係啊，我都唔好意思啊，我翻去要請歌仔
吃饭啦，因为啱啱就系星期五啊，系咪啊？佢约我25号啊，25号系歌仔嘅演唱会啊，佢有请我去睇嘅，但系因为我话我未翻到啊，咁咯，咁系咯，翻到去再同佢撒个冧啦，不过撒咗噶啦，我已经，我唔好意思啊，我下次先嚟支持你啦，咁样。有时会惊打扰私人时间，唔会噶。是啊，好开心噶，即系妈咪又会好开心。我又心，你见到人哋同我哋 say hi， 你都开心噶嘛 ？Hello， 佢劲热情嘅妈咪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琴日喺 IT 啊，系咪门口喺入一城，好搞笑。影相啊！影相，影相系啊！我有时会主动问添噶，我知道你哋攞住个电话，跟住又想问又唔。唔係好怕，又怕醜聞，跟住我就會問：喂，不如影張相啊？係咪？喂 ，selfie 一張啊？咁都幾好啊？係咪？好難得噶嘛，見到。不過我發現咧，佢有一成咧都百發百中嘅，有一成實在太多朋友仔，即係有時睇會睇我嘅 channel 嘅朋友仔都會喺有一成遊走。我發現，或者買餸，或者湊小朋友，或者去溜冰，或者睇戲。我哋次次去有一成都好熱鬧嘅，係咯。跟住之後就差唔多啦，素顏係唔好意思啊，即係諗住搭飛機唔化妝，即係搽咗呢一個嘅粉BB cream， 即係防曬 BB cream。哦，原來你係剪咗30几年頭髮，所以佢一睇就見到我剪咗頭髮。Chan Bong Bong 係髮型師，原來係咁。喂，好啦，我哋講多30秒就收線啦，因為差唔多到啦。大圍有間用福字米粉豬扒邊間？上次同陳生過嚟澳門食嗰檔牛雜面執咗，係啊，係極 shock 咯！我哋嚇無啦啦做乜執咗？咩事啊？咁當然冇問太清楚啦。咁可能啲即係因為我知道佢哋係有 partner 啦。咁究竟係個店鋪嘅租約啊，定係合夥啊，定係資金啊，定係乜嘢問題啊？唔知嘅，做生意就的而且確有好多呢啲事情噶啦。咁所以唯有希望佢有時間或者有有機會會再開個第二度，跟住阿 Solo 哥哥會話翻俾我哋聽咯，咁樣係啦。喂，咁啊入停車場啦喎，係咪啊？好啦，好快，好快啦，到咗啦，冇錯啦。你哋喺邊度見到我都可以 say 個 hi 嘅 ，very welcome， 係啦。飛機好啦，拜拜啦！一陣間入到去，等上飛機有時間嘅話，再快開啦。因為而家陳生話擔心我唔夠時間喎。而家幾點啊？而家係1:49。好啦，下個 live 再見啦，記得幫我 like and share 啦。唔好意思啊，要大家睇住我咁大個頭，睇咗咁耐，咁大塊面。好啦，拜拜啦！嗱，我哋。